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歌手萧亚轩 Elva 证实与小13岁的高尔夫球选手 Michael 陈烨分手。8日凌晨在 IG 以54字谈这段感情，写下我会好好的，为这段7个月的恋情画下句点。去年被拍到与 Michael 在曼谷街头约会牵手，萧亚轩恋情因而曝光。萧亚轩曾自拍短片与绯闻男友 Michael 甜蜜放闪。萧亚轩的绯闻男友 Michael 身材壮硕，是职业高球选手。萧亚轩事后表示，也许年龄有些差距，我们因为价值观跟个性确实有些不适合，最后决定分开，并说自己从不是希望与多么富有的人交往。在母亲过世后，他像个男人一样撑起家，有能力照顾好弟弟也照顾自己。但爱情真的是要彼此相投能长久的人，也许是缘分还没到吧。传出感情出现危机后，萧亚轩深夜在 IG 写下，向来我都不觉得正当谈感情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，但这次让我长大了，原来很多事真的只能放在心里慢慢消化，我会好好的，语气中似乎存有遗憾。 PO 文一出，许多粉丝也涌入替他鼓励，你还有我们，我们只希望你可以幸福，新专辑等你的， Elva 你要好好的，有我们在，我们一直都在，希望他加油。对此，萧亚轩经纪公司回应， Elva 目前把重心放在新专辑及其他计划上，私领域的事情先放在比较后面的位置，谢谢大家关心。